回答。妹妹背着洋娃娃，妹妹妹妹哥哥。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像是半夜一点，我在梦去的一间幽冥的夜店，看到你在屋子里面独有呆，没有怀疑，你绝对是人生里面最亮眼的那个我啦，宝贝。有点醉，但也不是醉到要醉的，全身上下都是要热色的那一种味道，醉到最后好搞笑的我，那晚居然可以把你醉倒。过几个月，我们还是有本事联络，甚至帮你照顾你的股东，你出去旅游，这么的顺利，我想一定是老天注定，命中人眷属要在一起。今晚回到当时遇见你的地毯跳跳舞，你说放着的班级亚丹舞到明天的下午，为什么我的火辣宝贝在这里跟别人共舞？我的梦有传奇儿，你却是在一起。不想当场拆穿你，哥你可以黑空你的手机玩玩，你几点飞机要不要我去机场接你？你说没关系，我坐电车喊你。好你个头，你还打算要骗我多久？这句话我当然是没有说出口，却说今晚要不要到我家吃饭，顺便领回你的小狗。五点钟你站在我家的门口，六点钟你坐在我的餐桌喂我一口，七点钟的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为什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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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么专心而你却是在一心而用，这是什么道理？我是那么的爱你，别跟我说是儿下午的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今天到了星期五，现在你也是上班，然后在听我们的节目，在一心二用当中吗？一心二用的你要跟我们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吗？本周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分享的呢？02-2363-9955，2363-9955。Bye.
的菜，无时无刻对幸福的期待，就是你无理取闹的可爱姿态，每天我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不知你有没有感受我的眼神闪动爱，都没醒来一生可爱才你就被打败，高富动力还将会通过十二连拍，你说你的生活就绝无赖的耍赖，至少找个真爱，真爱。如果你期待爱，生活愉快跟我幸福百分百，我也可以很自在，就为了爱，你别大惊小怪，快把爱说出来。哦，爱过来，当我们在愉快，就算没有豪宅，哦，我慢慢爱。什么都可以，看个几片 DVD， 打个 V。Everybody in the house， Lady Lady， 英语拿去贴墙壁，把我的爱放在你心底。跟我爱一起，跟我在一起，每一天都 happy。快来跟我们宅一块，来自罗志祥的《当我们宅一块》，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阿罗哈，阿罗哈，喂，马克玛丽。嗨，你是谁？笑着讲话的人。是上班族勇者。上班族勇者，你好。您今天在快乐什么？没有，因为今天就是我待的办公室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哦，自己当老板啊？觉得蛮自由的，很舒服。哎，是当兵自主留营一样。哎，是没有错，对不对？是没有错。那您今天您的一周大事是？我的一周大事是，我之前和朋友合伙的公司，在这个礼拜终于吃了春酒。哦，哎，对，我发现好像有些公司的春酒是在最近才开始吃，哎，这礼拜跟下礼拜好像好日子。哦，也不是吧，就是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哦，所以延后这样子。对啊，就是因为配合就是合伙人他们的可能他的家里的小朋友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觉得疫情太严重还是不要这样这样，就从尾牙一直延到终于在这个礼拜终于吃，在这里应该是明天终于要吃了。那你们要吃什么？其实也不是在外面吃，就是在某一个朋友家，然后各自带一堆东西去，然后爆账那样。那不就是一般的朋友聚会吗？也不，因为我们就是四个朋友，我们一起合伙做了一个小生意这样子。那你们平常四个朋友不会聚在一起吃饭就对了。很难四个。哦。因为有的人住外县市。有两个人住外县市啦，那基本上那两个外县市要碰面的几率很低啊。嗯，然后加上又有家庭跟小孩，那碰面的几率就更低了。嗯，对对对，那也是借由这个机会，哎，终于可以明天终于可以聚在一起了吧？祝你们吃得愉快。嗯，谢谢啊，拜拜，拜拜。天空越蔚蓝。我看到在群组上面啊 ，Telegram 群组马克玛丽 Chat 当中有人说，一周大事是什么，你知道吗？在45分钟之后，我就会知道华灯初上的凶手是谁。你要怎么知道？45分钟后你不是开始看吗？他可能直接拉到最后吧，只有直接拉到最后才会知道吧。拉到最后，那你还要？就拉到最后发现，哎，这个不懂，然后再往前十秒，再往前十秒，再往前十秒。这么急的知道凶手要干嘛呢？对。有些人，哎，你知道吗？有些人真的不喜欢看剧。哼。有些人会觉得看剧是很浪费生命的事情。可是如果完全没有看剧的话，你根本就不用在意凶手是谁啊。可是他又希望可以跟上话题。
你知道他是想攻击别人，还是想跟上话题？跟上话题，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出来嘛，才会有古阿莫需要存在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想要认真的去感受电影跟氛围，就是你告诉我他们在演什么就好了。然后我说哦，好，知道，我可以跟人家聊天，这样就够了。哦，说书人有时候也是有一点这种感觉。我没有时间看书，我不想看书。所以你今天就会开启你的华三吗？我整个礼拜忙到连上个礼拜天的2521都还没看，我哭。那我想你离被爆雷不远喽。哭。我觉得这一部好多好多网络的坏蛋蠢蠢欲动，摩拳擦掌着，就他们在想说我要在哪边见缝插针杀你一个措手不及这样。没有云好天气，
要哭大声淡蓝眼影，寻到主人都被你吸引，没痊愈的草莓音躲在围巾里穿行，挂在白牌上的棒球帽是下个想约你的暗号，手机没讯号也能收到，放学一起吃汉堡，彩虹色穿太单一，像爱情传说时期，我天该走了无人教室里头问了你，到了的初恋的肤色洗脸颊旁的唇蜜，透露爱情来临的小秘密，睡眠般的我陷入你的陷阱，手钥匙希望能够再到你，初恋的粉色洗热洗的大眼睛，像棉花糖般俏皮又淘气，没有阴好天气像恋爱的心情，希望的不不在这里达成甜蜜，希望的不不和你达成甜蜜。2:27，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他们是南拳妈妈初恋粉色系0223639955，怎样 ？Rose 妈妈 ，So 妈妈 ，Hanako 你好，南拳妈妈，妈妈，你好，你好，喂，你是谁？哎，我打进来了吗？对啦，哎呀，哎呀，我是马丁推广大使姚。法金推广大使姚，您今天打电话进来的一周大事是？我一周大事有三个。嗯，哎、欸、这样，哎、欸、姚，原来你声音是这个样子哦。对，好好，请说。就是很反差，大家都这样讲，就是一个很男生，然后结果就是很快乐哎。对，我的一周大事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被教主教母称赞法金这件事太爽了，真的。因为你在我跟卡莉亚群组里面非常活跃，活跃的推荐法之前啦，感谢、感谢。对对，就是没有，我就其实就是分享我自己的使用心得。嗯，可法金真的救了我的头皮耶、欸，真的不是在盖的。那你原本头皮怎样？就是我脂漏性皮肤炎非常严重、oh. 就是对，然后头皮很痒跟头皮屑超多，就看医生也没有太大的作用、oh. 对啊，然后后来那个什么用法金之后就真的改善超级多，对，所以是有感而发才成为大使啊，没错，真的是超级有感而发，对啊，但这些我们都没办法讲啊，因为就是有那种什么卫福部的法规或是干嘛的、我们都不能提到、对啊，真的，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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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算你是亲身见证，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讲，反正就是会被绑手绑脚的啊、那我这样讲是 OK 的吗？诶、欸，这个嘛，可是因为你跟他没有任何的推广挂钩哦，对，因为你又不是在帮他做广告、他没有付钱给你、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我就是使用者。对啊，我就是分享者。我其实应该是我其实也不太确定。太难了，这个很难，这中间有很多灰色地带啊。了解。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上礼拜六去六福村玩，然后拍了那个清点叫万岁的影片，然后传给教母，然后教母有回复我们，他们很夸张哎，怎样？他们在坐海盗船跟云霄飞车的时候，下来就会大喊说清点叫万岁。我觉得坐在他们旁边的人应该觉得就是疯子，真的是遇到一群疯子，邪教。对，我们在坐老油井的时候，对面的情侣有点想说，这些人到底一直在喊万岁在干嘛？对。然后第三件事情是这礼拜天。我们要去参加 Fresh Fit 啦！哇，对，我第一次参加，觉得很期待。好的，我第一次，今年是第一次。对，我今年是第一次，就我入教还没有非常久。哦，还是新人啊。对，我非常新，我是因为开车，然后开始听podcast 才开始接触到马克信箱，然后就成为那个
会员，嗯，我现在是扛把子会员，赞哦赞哦，感谢你，不会，马克玛丽带给我非常多的欢乐，而且开放里真的超温暖。谢谢你，你也带给大家非常多的欢乐。刚刚就这个笑声，这个笑声，对。好，这是我的，我好像我也招牌笑声。我在开放里的名字就是拥有豪迈笑声的姚。好，对，谢谢教主教母。好的，再会喽。好，拜拜，拜拜。抱着我，下次的邀请再见再上。星期五的第一个小时，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02-2363-9955，欢迎直接打电话给我们，或是透过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来留下你的一周大事喽。哦哦，群组上面有一个超夸张的，但一样又是那种 before after， 我还是一样不能抛跟不能分享给大家。嗯，就是他的应该是右边是以前的吧，然后他的头发非常非常的油，看起来像是就是有抹五天没洗头，或是有抹发就是造型物的东西。嗯，然后他说他用了一个礼拜以后，欸，他的头发是飘逸耶，是松松的，好扯哦。And let it shine just on the night like the 4th of July. 'Cause baby, you're a firework. Come on, show 'em what you work. Make 'em go as you shoot across the sky.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02-2363-9955。你好，你是马克玛丽，你们好。你好，你是？我是 Tina。Tina， 你的一周大事是？明天要去送我们老师最后一程。哦，你们老师怎么了？生病。嗯。然后走了。嗯。然后明天是他的追思会。哦，是真的追思会，这是真的，是真的，真的，嗯，不是，不是，不是我们的追思会。嗯，对，因为我小孩也不方，就是也没有办法带着小孩去跟你们同乐。对，所以这是我的一周大事。好的，好，谢谢你们，谢谢，拜拜，拜拜，拜拜。你好。喂，嗨，我 这需要讲名字吗？嗯，你不要讲，你可以讲个绰号啊。那我叫龟山乡的小爱好了。什么乡？龟山乡的小爱。龟山乡小爱你好，小爱你好。今天主题是分享我的一周大事吧？是的。好，我的一周大事就是我今天要退伍了。哦，嗯，四个月的退伍啊。嗯，什么？四个月的退伍啊？没有，我是替代医生，是剩六个月。哦，不是四个月，是六个月。呵，笑死！恭喜哦。然后我下礼拜马上要接着去公司面试。哦，恭喜恭喜！祝你接下来人生旅途开开心心。我刚才打了超久都打不进来。真的也还好。嗯，恭喜你打电话进来了。好好，谢谢马克玛丽，拜拜拜拜。拜拜。02-2363-9955。来，我跟你讲哦，一个故事，孤单北半球林依晨，嗯，刻骨铭心的爱情，因为他是我被我的父母拆散了哈，嗯，那其实他对我一直我心中就像刻在你心里的名字，他的身份证字号 D221025，
这个是他是在跟我们讲话吗？哎、欸，因为我真的很爱他了，但是因为被我妈拆散了。哎、欸，你叫什么名字啊？不方便透露，我叫星汉。星汉哦，那你他都叫我小星弟。哦，小星弟哦，那哎，这个他，哎呦，我不知道怎么讲，讲到他我很难过。哎、欸，怎么会突然想要打电话进来给我们啊？没有，因为我就想说，每次都想到他。哦。因为他现在是南山人寿的处经理啊。你觉得他会因为这样听到是不是？不知道，无所谓了。反正我每次想到他，我就想哭。好的，感谢你。那我点了一首，因为那时候我在俄罗斯。哦哦，我是留俄的，我会讲俄文。哦，那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这边也很交战，那我打算去俄罗斯发展，等战争平息过吧。嗯，那我重点不是这个了，重点是一直忘不了他。你很想他？很想他。那他那时候我在俄罗斯，他都一直放《孤单北半球》给我听。哈，那我希望等这首歌送给他，他叫黄眼睛。OK， 再见，拜拜。孤单北半球，拜拜。你觉得有多少的机会，他其实不是在听飞碟电台？我觉得我应该原本是要100%觉得他不是要跟我们讲话，可是我刚要接电话之前，我说来来来来来，他接着我讲来来来来来，然后我那时候已经想说，不是啊，是因为你按了这个，所以他听到你讲来来来来，所以他接着讲啊，就是很顺的接下去啊，很顺，就会让我觉得他一直在听。你说同一个电台才会很顺的接下去，对啊。可是你一听你就觉得，嗯，应该不是在对我讲话吧？那你觉得他是没有？就是春天啊。哦，春天来了，幸福让你多么想当初。小说、电影、剧本都是以你为蓝图。眼前多么辛苦，让你多么想当初。我满手泥巴，你悄悄打量我，想说。我替你猜吧，嘟嘟嘟嘟嘟。谁在那边吧？大师，这个礼拜呢，我去拔了水平智齿，我冒着这个拔智齿的不适感，我也要去追思会。追思会这条路，我爬着也要前进。赞！我要去拿那一件 T 恤。赞！你好。喂。嗨，你是？是我。是的，是的，是的。嗨，马克玛丽，我是 EDS。嘿、hey。那个，我有三件大事想分享。请说。就是我上礼拜到，应该说先祝男朋友生日快乐好了。OK。他3月11生日，虽然过了，可是3月都还是可以讲嘛。然后我上礼拜到这礼拜三才回台北，就是去台南、高雄一趟。去找我的好朋友拉拉，他也是点友哦。然后很谢谢他，就是给我一些行销的策略，让我可能也要改进自己的一些步骤。嗯。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明天我会去松烟摆摊，嗯，然后会遇到林柏宏他们也要摆摊。哦，林柏宏要摆什么摊？就是林柏宏、温真菱还有施明帅他们那个温莎哎哦，对，温莎哎，对对对，我有看虾皮的那个娱乐线，那明天他们不是会塞爆松烟吗？对啊。很希望可以塞爆，而且我就在他们摊位旁边。这不是希望吧？这一定会塞爆吧？你在他们摊位旁边，但很有可能就是你的摊位就是挤爆大家，大家只想看他们，然后也不会买你的东西，怎么办？你有个空间给我，我的客人看不到我了。没关系，我很快乐，因为我跟主办说我要，因为那时候其实是1月的时候公布的，可是他只有说会有艺人贩售甜点，并没有公告是谁，但这礼拜一才公告。
那我就说天哪，我喜出望外，我就是很喜欢他们，而且我是忠实粉丝，就是有看他们节目。嗯对对对，然后第三件大事就是礼拜天要去见你们了，好开心哦！而且我要跟教主教母说，我第一次去，也是第一次参加追思会。去年还是前年的 KKBOX 有遇到你啊？哦，只是你没有进去。对对对，我是说追思会我没有参与过，整个流程都没有，因为我被偷走那五年嘛，什么都没参与过。然后我连结束了见证点点点我都没遇到，我真的是看哭，那影片爆哭，我就觉得天哪，我那年到底在干嘛？所以没关系，我就是追回来，然后好好的帮你们发扬光大。感谢你，更爱你们。好的，谢谢马克玛丽，期待，拜拜，拜拜，拜拜。No doubt we can turn it out for sure. Da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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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s, girl. Say B I G to the way. Someone in the house, somebody just please, gotta, gotta, gotta go. We're touching the wa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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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的如果可以，
李安的韩文洋腔很重哎、欸，有吗？嗯，我觉得发音蛮不错的啊。因为对于没有使用韩文的我们来说，韩文有一些很难哎，它有一些譬如说，阿杜的那个小翘舌音，那个很难发哎，那个好细哦，对啊。有人建议说，刚刚那个他不是会在博华门隔壁吗？可以摆摊放一些矿泉水，排队累了就买一罐，加持过的。0236399955，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2:48，我是玛丽，我是马克，来听听你是谁？我是阿珍，阿珍你好，我以为我打不进来耶，不可能，你打进来了。天哪、啊，我第一次打哎、欸！赞哦，第一次，对，我第一次。心动场，我现在好紧张哦。阿珍，你的一周大事是？我想分享两件事。嘿，一个是我这礼拜已经决定就是要开始认真运动。好，然后我在做第一天、第二天，好，就我贴腿了三天哦，我连。走楼梯都很痛，那个乳酸堆积。我说，那所以就是你一开始的运动强度就拉得太强了，是不是？我是跟那个有个 APP， 它是专门就是可以跟着运动的。Oh. 然后我就想要选基本的，就是第一天就臀腿这样。哇哦！然后就是徒手运动。然后就好像因为之前做都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在惩罚我休息太久了。对，然后。另外一个一周大事是我昨天拿到点照了。哦，所以你会带着点照来吗？我不会去，因为我要上班。哦，对，因为跟你们同在。为什么我要上班？好想去哦，没关系，我觉得明年还有机会的。每年都会的。对对对，好，暑假搬到高雄，你要不要来高雄呢？去高雄玩，然后顺便参加这样子，反正高雄场的应该很好买。美中南巡回啊！我天啊！你们去哪里我都去啊！千里要我有时间。好的，感谢感谢，谢谢你们，拜拜拜拜拜。你好，喂，你好，嗨，你是？啊，我今天先匿名。好，我今天我觉得好耻哦。怎么了？上个礼拜我就在听最后马克叔叔说故事的时候，我在车上，突然觉得一泡尿非常的急，但是离就是我要找的厕所我可能走不到，然后我就看到我车上有一杯早上喝完的豆浆啊，纸杯，我就把封膜撕掉，然后目测看起来那一杯豆浆容量大概可以到350差不多，然后想说应该350应该可以吧。好，我就躲到了我的后座。那因为那天我穿长版的衣服，所以可以盖住。好，就那个杯口完美的盖住，然后就这样尿了出来。但是我发现好像不够装。哇哇，那怎么办？哇，停啊，要停啊，要停。对，对，尿停。上次有讨论过女生尿尿到底能不能尿停？尿真的可以停。好，我就真的大概在8分满的时候，我就停下来。然后因为我的周遭有点停的地方有点空，我就先停了。然后偷偷开点车门。然后把刚好有路边水沟盖，我就先倒掉。然后再继续尿。哇，厉害的尿停啊！厉害厉害厉害！对，但是当第一次在停的时候，因为很满，真的很满，所以有洒出来一点点，在我的那个手上，
没有是脚底垫，我想说啊，超晒，那一定会留下尿骚味。我就赶快用湿纸巾，赶快先胡乱的擦一下。我跟你说，嗯，好，没事。结果隔天开车没事，过两天我开车的时候，奇怪，车上怎么有一股非常重的鱿鱼之味？嗯，哇，超级浓。那因为我的车子都是停外面，所以又经过曝晒，哇塞。哇塞！为什么大家如果真的沾到一些排泄物不肯洗脚踏垫呢？哇塞！你应该多喝水吧？哇塞！而且我还觉得说，怎么会是鱿鱼丝味呢？啊，这不就是？我就拿了风贝清先狂喷了很多下。那为什么不把它拿起来去洗呢？因为洗，我跟你讲，洗脚地垫。你在自助停车场，你洗完，它没有烘干的地方让你烘干，没有脱水，好好好好，你不可能夹在它那个地方晾干晾个一两天，你再拿回去。那不能把车送去一个小美容清洗吗？因为它真的洒出来，真的非常的少，少到我觉得说我的尿真的有这么骚吗？那真的啊，真的有啊，那就真的有啊，都鱿鱼丝味都闻到了，哼。隔三天，我就去自助洗车场，我就去彻底检查了一下。结果因为我的副座通常都是不会坐人，所以我堆了很多杂物。后来我才找到原因，原来不是尿骚味哦，那是什么？我早餐没有吃完的葱蛋哦，整个发酵。OK，好好，至少还你一个清白。你说还他尿液清白吗？我刚自动逼掉了，然后把那个发酵的食物丢掉了之后，我的车上真的马上就没有味道了，很好，好的。但是我觉得非常值，而且我也觉得我很厉害。那个我尿到八分满，我就停了，尿停。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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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棒棒啦。好啦好啦，老陈不要再吵了。而且人的尿液真的一杯350不够，马装不够，对，请用。手摇饮杯一杯700，可能好了好了，有人现在可能在喝手摇饮，你不要这样。他在也不错，也是功德一件啊。他在喝四季春呢。对啊，也是功德一件。好，拜拜，拜拜。被雨困住的城市，来自于于丁米。城市有你，弹着吉他陪我。被雨困住的城市有歌。这雨声降落，被雨困住的城市有我，像只金鱼游动，看看我，看着你的眼心都被